昨天收到一个神秘的黑盒子，这个是来自于百度官方寄过来的，当时给我吓坏了，沉甸甸的，我以为是定时炸弹，难道他要谋财害命吗？当当当当当当，看到没，宝贝儿，这个可能是我做自媒体以来，哎，获得的最好的一个奖项了，叫什么？老花医加号季度影响力创作者。这话说也不就一个第四嘛，你嘚瑟啥？宝贝儿，是园艺行业里面只有我得了个奖，就是因为有军事的，有生活的，有很多娱乐的，他我是在所有的行业里面，在整个百家里面，在整个百度里面季度的第四。你说你我们这个行业很小众啊，养花不是说每个人都养，对吧？那在这里呢，感谢百度官方，感谢百度官方的一个鼓励，还有一个肯定。然后呢，本人老花医呢也会持续的输出啊，疯狂输出一些个知识储备。好，谢谢，再次谢谢官方，也谢谢花我们长期以来一个支持，感谢你们的每一个点赞，每一个评论，每一个分享，每一个转发，爱你么么哒，臭宝，哎呦我老花医，养花这三一，拜了。